帕梅拉头的 Sammy。你看到这个是我们帕梅拉头最新的粉青娜系列，这个系列呢优雅大胆简约且现代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粉青娜的精匠工艺世界吧。2020年，帕梅拉头全新推出粉青娜系列，弯曲别致的线条让人联想到马术世界，抽象的造型充满了米兰中世纪建筑的极简主义理念。Fantina 系列优雅而大胆，彰显个性之余诠释了自信的姿态，不受传统规范的羁绊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在意大利语中呢， Fantina 是指女性马术骑士的意思，其中代表的灵魂人物 Matilda Borromeo 公主，除了出生于米兰最显赫最有影响力的 Borromeo 贵族家族之外，还是一位杰出的马术骑士、养马人和企业家。他大学就读的是动物繁殖与照顾专业，毕业后坚持呢从纽约回到了意大利的乡村做最喜爱的马术工作，并专职的饲养马匹。非常喜爱马匹并且善于洞察马的心情的他，还得到了马女者的称号哦。这样不受传统束缚且充满勇敢独立自主精神的女性，更是帕梅拉头一直以来提倡平平的为女性发声、包容社会的理念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期待帕梅拉头全新的粉青娜系列吧。邀请到了宝曼兰朵的迪丽热巴来到现场，为我们期待帕梅拉头2020年全新的系列作品粉青娜。这款粉青娜手镯呢，经过完美的打磨，具有独特的气质，精巧纤细的手镯就像将我们的手腕拥在怀中，完美流畅的黄金质感。张张粉蒂娜的戒指由光滑的金圈精心打造而成，特别推荐佩戴在食指与小指上，是一款具有个性的大胆设计。耳环的中央呢是椭圆形的黄金设计，可以看到中间有完美布上式的钻石螺镶嵌，让米兰的回旋式建筑带入拉口的粉蒂娜设计当中。吊坠的造型能巧妙地捕捉到光线，让经典的日常珠宝散发出现代的气质。吊坠的多种佩戴方式我们稍后会为您逐一的介绍。Ponta de lança